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十一月二十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台南市安南区一间停业的电子工厂，在早上八点左右爆炸。迄当时有四个人伫工厂内底伫摒扫，可能是搬一挂原料伫搬来搬去的过程产生火烛啊，才发生爆炸，嘛造成四个人受伤，有三个人送病院治疗。发生爆炸的现场，涂骹全毁掉。停在外口的小火车车顶的物件拢被炸到碎果果。这间伫咧台南市安南区已经停业的电子零件工厂，二三晚八点左右发生爆炸。嗡一声咧，快速跑过来，头拢来，拢嘛听。天数加工，消防人员伫咧小火车边啊查线索，调查爆炸的原因。根据当地民众讲，这间电子零件工厂因为租约到期要搬，二三号业者的亲戚来到三工清理厂内物件，才放起伫车顶就发生爆炸。无啦，无啥代志啦，因为迄、那个，因为迄个伤口，迄个伤，迄个伤着咧，迄个安尼咧。要先着咧。哦，啊是啥物物件来先着？应该是起来了后，伊就一挂着迄个塑胶。塑胶。初步调查怀疑是厂内放一挂较多的液体挥发了，积伫咧弹簧管内面，贴起来放伫咧车道、甲茶坊的铁顶啊，起着，产生火势引起爆炸。有四名查甫人顶半身受伤，其中三个送病院，拢无性命危险。到场的时候发现是四个人受伤，三个人受伤是比较严重，有送医，一个人是轻微的擦伤而已。啊，跟现场关机人表。询问到中央，就是他们在丢弃废弃物在车上的时候，不明原因导致爆炸，造成身体受伤。现场有防搜索，要拿爆炸的原因，警方将会调现场的监视器，请火调科到现场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哦，受着东北季风影响，今仔温度上低只有21度到23度，气象局针对家人新北市发布大雨特报。说来拜六投票日天气应该是袂歹，咱来看温度。这两天受着东北季风，佮有华南分雨区往东边移动的影响，各地早暗温度只有21度到23度，中部以北佮东北部上高温大约只有26度，南部佮台东哦温度上高是30度。气象局也针对基隆新北市发布大雨特报，拜六投票日天气会变好，一直到后礼拜日水气拢较少，北台湾的温度会淡薄仔回升，也毋过后礼拜三哦，预计会有立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南下，会影响到十二月初，北台湾温度可能会降到只有14度左右。来看，咱国内昨午增加17841的本土病例，有31人死亡。指挥官王必胜昨是表示讲，武汉肺炎已经轻症化了。咱国内胃疾病死亡率12月底会阁降低，因为胃疾病通报得袂当投票，我家是真烦恼，讲会有人为着要投票，有症状嘛无要检验，就算胃疾病嘛故意无要通报。也不过王必胜是讲，目前并无确诊人数，形成大量减少的现象。新冠本土疫情持续转好，连续6天在2万例以下。二三拜三新增加17841的本土病例，比顶礼拜三同期减21%。中当前有97个，死亡的有31个，其中一个较少年的死亡个案，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无慢性病史，嘛无注过疫苗。11月12日，因家人发现伊伫咧厝内昏去。上北医做 PCR 体检是阳性确诊，有做急救，不过要是救无回来。后续经过这个法医的相验哦，开立的死亡诊断书当中，主要的死因哦是这个新冠肺炎合并呼吸衰竭，另外也有支气管炎。另外，九合一大选拜六就要举行，不过因应5+N 居家照护，未拜一开始，通报确诊的民众袂当出门投票。外界烦恼讲，部分的民众可能会为着要去投票，出现确诊的乌数。针对这点，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并无出现确诊大量减少乌数的问题。按算这礼拜新增加的本土病例，差不多是105000例至11万例。昨天看起来是18000多嘛，那今天是17000多，那目前看起来的这个趋势上看起来都还正常，并没有这个所谓大量的这个减少，大家不去为了选举不去通报这个相关的黑数的这个问题。我必须强调讲，新冠肺炎已经轻症化，国内致死率12月底还阁会降低。咱若感受流感化是真恶定义，因为每一个国家统计数据无同款。
另外，为着保障幼囡仔甲一伙人的健康，指挥中心宣布，为十二月初一开始卖第八轮骑马节家用快台汽车，一张健保卡上座会当买六分，也就是三十支。另外，六岁以下幼囡仔甲六十五岁以上的一伙人，会当免费领一分，也就是五支的快台汽车。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六特别投票咯，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昨呼吁大家爱为台湾站出来，强调讲这届的大选甲总统选举同款重要。另外，国民党的选情最后的拼场，重点会放伫桃园甲台北。党主席朱立伦会伫台北站台，伊嘛呼吁那赢的选民爱团结，挺身而出，为台湾挺身而出，去投票就会赢。2126金海一带选村最后72点钟决定赢，进行最后的加油。民进党强调，选前最后爱防止抹黑谣言、贿选买票出案消息。党主席蔡英文是话讲，爱为着台湾，这届选举甲总统选举同款重要，全世界拢在关心咱台湾要传达什么款的消息。接下来的总统任期，我要把台湾顾好，需要借用你们的力量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让我更有力量带领台湾在国际上站稳脚步，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民进党感情催票，诉求上顶大选征集有关。拜五选前之夜，要伫全台湾16县市举办19场造势晚会。目前规划由蔡英文镇守北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是有关中台湾，尤其是桃园甲台北是上界重要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把握时间，23早起第四遍去家人替候选人谢国梁助选，表示选情稳定，暗过绝对唔敢大意。目前我们在全台湾啊，大家都是团结所有我们的支持者，用最大的努力在最后的这3天争取胜选。那我们呼吁啊，所有的朋友们集中选票支持我们最优秀的候选人。除了讲要防止民进党后部影响，朱立伦也呼吁国民党选民爱团结。选前之夜，国民党规划台北桃园大型造势晚会，朱立伦会先去桃园，最后回来台北。同时，党中央也透过电视同步转播6都市长候选人的晚会现场，要催出每一张选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长沙卡都将对弃保的议题阁继续的操作。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是呼吁讲，市民爱做家己的主人，唔通受到影响。国民党的蒋万安是强调讲，选民一定会用选票赶走无适合的候选人。黄珊珊嘛，搁再呼吁民众唔通互纳入白条条。阿中五大承诺，台北一起行动。九合一大选剩上尾3天。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召开5大承诺记者会，强调的用人为才、重视互惠关系等等。针对争取到开刀煞无使用，只有那也认为讲是超工甲张德卡条的，陈时中嘛做出回应。台道有，我们就可以用啊，没有问题。好，但是问题是后来考虑到可能下雨，那可能有很多的因素、场地的布置等等的，所以我们放弃了。陈时中竞选总部强调讲，一切拢有照台北市政府的规定登记，抢路权啊、抢输的，后悔家己卡手都要卡咩嘞，唔通讲虾米人卡虾米人。选战最后的关头，弃保的议题嘛持续发酵。陈时中呼吁，希望市民会当做家己灵魂的主人。遐若蒋万安认为讲，选民一定要用选票和无适合的候选人打输选战。在最后的72小时，我希望市民朋友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要迎接怎么样的4年？我相信最后选民一定可以用选票打败不适格的候选人。陈时中先生，我不要说什么，我觉得他是在剽窃我的政见吗？做自己的主人是我们喊了多久的？做自己的主人就是不要被蓝绿绑架，所以弃保的问题早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国民党蒋万安早起嘛持续发动车队扫街催票。黄珊珊电影也伫咧24甲25启动车队扫街拜票，甲台北市长郭文德做伙拼选情的一里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哦，新竹的选情变化是真多。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金莲的奥运会总会长，竟然表态讲要放弃林金莲来保高虹安，伊嘛呼吁市民甲票投予会当甲民进党换掉的高虹安哦。最后，敢真正会发生弃保的效应呢？
另外，针对网前视察猫有个别讲，高雄安的立委办公室有发生性别平等的代志，冒录音的档案。高雄安是讲哦，这档案有经过侦查，不是属实。顶个人伫遮来向各位乡亲时代请安问好。车队扫街，冲选镇新竹的选镇是拼甲正雄，但是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经仁的奥运会总会长、新竹市副议长吴邦安，进前正式表态弃林保国，呼吁市民爱甲票投予下党落届民进党的民众党高鸿安，呼弃保话题开始烧。弃保是在未提名之前，党对党之间的协调，既然已经提名了以后。就没有什么弃保问题，林根仁绝对会作为一个最照顾市民的市长。沙卡都是争得真激烈，网前四千鸟是提出录音档，讲高雄安的立委办公室是有皮索的事件。民进党新会方认为讲，无应该叫受害者点点。高雄安是讲，这个录音档都不是完整的，这嘛让这个女主管的权益受到侵害，已经找律师协助。我认为不应该。也不可以用任何的理由或方式要求受害者轻生。那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应该可能也是已经违反了性别工作平等法。选前三天哦，来公布这些所谓经过剪辑，然后非常片面、断章取义的录音档，让人感到说这样子到底是为了政治公共的这个利益，还是说是个人的一个政党政治的利益？针对选政公房，林经仁是继续加新的市政，这个工程费增加这么多一定有问题。新的市政府发声明强调绝对无违法，已经请律师提告。新闻方嘛呛讲，林经仁开记者会报后，市政府的工程有炼金术，离投票日仅仅剩三天，任何无证据的指控，拢是对新的市政府过去八年来的政绩故意抹黑的政治嘴烂。记者综合报道。查关注标准，回来看今日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劳动部已经通过基本工资补贴方案，放任申请的标准。本地是规定讲，营业额税退20%才会当申请哦。怎么税退10%就会当申请？大概当来补贴240,000人哦。预算是134,766,000元，这笔钱是由就业安定基金来支付。明年1月会当开始线上申请。再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对12月初开始，饮料店哦，就袂当使用一届的塑胶饮料杯，生物可分解塑胶材质的 PLA 杯啊，同款嘛袂当使用。台北市是全台湾头一个实施的县市。再来看联合报，高雄美浓的细粒甘麦米因为消长无法度继续生长，农改场的专家认定是讲是病虫害，不是天灾哦，无通过现金的救助，也唔过地面台的压力，农委会最后是以8-9月份温度真高，雨水真少，是受到气候条件影响来通过现金的救助，外界是指讲这为了选举。昨昏台南的杨鹏圭救助申请，直直欢迎吵吵闹闹，最后嘛是伊。那讲是气候引起，只要财损超过20%，就会当来申请现金的救助。再来看，根据交通部的统计，今年到8月底，交通事故有24,000件，其中奥多麦事故的死亡人数都有1,298人哦。为着要降低奥多麦事故的死亡人数，打算讲未来要来增加奥多麦的路客，会分阶段来实施，明年开始就会试班。检查后方来车的移动方向、速度跟距离。来到教训班，连续骑奥多麦，教练先提醒上路进前上重要的概念。再来讲，试验过程可能会犯扣分的关卡。目前考奥多麦驾照，也唔免实际上路。不过交通部建议分阶段进行。透过机车驾训班来取得驾照，在违规率的部分可以降低到超过20%以上。那在肇事率的降低也是可以减少30%以上。公路总局表示，初步会伫每年先用试办的方式来推动。安那教训班业者表示，目前还未收到政府相关的配套措施，唔知要安怎才好。尤其骑奥多麦较高摔倒，含赛车比起来，学员是搁较高受伤，所以保险理赔嘛要考虑入去。安那阵费用拢交予业者来负担，成本嘛一定会反映伫学费顶端。他一定会有跌倒的风险。那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他如果受伤的话，其实这部分在保险的部分可能还要跟金管会那边在讨论。那车损的部分也是一样的，会比较注意一点，因为如果在里面考的话，就是旁边是没有车的，然后你不知道旁边有车的话，
要怎么反应。业者强调，奥多拜上路考试是好的政策，不过嘛，希望赶紧把配套措施定好清楚，让业者会当先规划试办，避免政治起价上车工乱草草。记者王周婷、林兆宽、高雄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昨俄罗斯又个针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在空中发射炮弹来破坏，所以造成乌克兰目前大部分的所在拢停电，嘛造成首都几乎有三个人死亡，九个人受伤。基辅这栋两层的公寓和俄罗斯空袭，有人死亡。乌克兰官员讲，伫哩基辅外围地区，有人因为轰炸死亡。过去几礼拜，俄罗斯一直用飞弹加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电力系统加其他基础设施。赫尔松伫哩俄军撤出了，医疗人员拢伫哩黑暗中工作。практически тяжело,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работают никакие лифты, никакие подъемники больных.在这边的攻击行动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讲，乌克兰差不多一半能源基础设施被毁坏，几落百万人电力拄着停电的情形，而且连供水拢有困难。总统泽连斯基二三推文表示，已经支持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要求开安理会紧急会议。俄罗斯上驻联合国副代表普里扬斯基在社群媒体发文讲，已经伫咧当地时间下昼四点开这种会议。伊拉伫欧洲议会这方面有支持的动作，泽连斯基表示欢迎。Росію державою спонсором тероризму нарешті дякую всім європарламентарям, а потім Росія довела всьому світу, що це все правда, застосувавши。边个国家摩尔多瓦也受影响，这个月已经第二遍停电。因伫咧苏联时期的能源系统到即马拢甲俄罗斯相连，外交部长讲已经传唤俄罗斯大使，要求提出解释。目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大部分地区无电通经，规个城市也拢无水、未火修理，冬天阁要来啊，民众的生活会更加痛苦。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五十八个美国连锁超市沃尔玛提早推出大促卖，没想到讲伫维吉尼亚州一间分店伫拜二暗时发生枪杀案，包括枪手在内有七个人死亡。警方调查嘛发现讲，这有可能是员工犯案。案发的现场是有封锁线，警方嘛在现场找证据提名。枪击案是发生在维吉尼亚州奇萨皮克市的沃尔玛超市，当地时间日前暗时十点十五左右，警方接到报案讲发生枪击案，但是因到现场的时阵枪击已经结束，警方并无含歹徒冲突，但是超市内面一堆人伤亡。I do not have a range. It's been just multiple fatalities and multiple injuries, and all the injured were transported to area hospitals.卫生单位表示，讲有五个人是紧急送病院治疗。警方讲，死亡人数无到十个，是包括枪手在内。警方伫案发了后，是一站一站确认，敢无当时秘伫个任何一个角。实际伤亡人数爱等规栋大楼拢找到脚痕才会当公布。We believe it's a single shooter, and that single shooter is deceased at this time.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讲枪手敢那是沃尔玛内部的员工，还是前员工。伊在休困室内面对同事开枪了后，扫落来对家己开枪身亡。做完的动机个调查，因为枪击是发生伫个感恩节之前，加上五十八个真侪店头开始拍折，沃尔玛迄当阵人真侪，真侪人拢着惊。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欧洲议会今仔通过认定俄罗斯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要求欧盟理事会国家得爱赶紧来提出第九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望讲伫国际上孤立普京，嘛望讲俄罗斯甲乌克兰会当赶紧停战。路透社则指出讲，苏格兰政府。希望讲明年的十月会当办公投，也毋过英国最高法院今仔裁定讲，苏格兰政府未当伫英国国会无批准进前，就家己办第二届的独立公投。过来看传出讲，世界卫生组织暗算要甲高刀改名，避免疾病名名称哦，会对种族造成伤害，上紧今仔就会来宣布。来看两岸的情势紧张，国防部昨是公布头一届公开中国塔利班反潜直升机在东部海域会进行情报搜集。学者嘛分析讲，太平洋是重要的战略位置，解放军来这演练反潜作战，目的除了讲要包围台湾，卖当来阻碍美军的援助。另外，空难的空军也公开相片，即是讲航空飞弹指挥部也已经成立五档了，跟美国一直都有技术上的交流。
中国一直扰乱台湾，国防部二三公布中国军机甲军舰的动态。有几啊只中国军舰伫咱国东部外海航行，又搁头一届公开中国军舰配置的卡二八反舰直升机伫东部空域进行侦搜。外界研判，中国持续掌握台湾东部海域的水文甲水下的动态。学者分析，太平洋是各国战舰兵家必争之地，无排除中国会结合战舰演练反舰作战。当解放军在攻击我们西岸的时候，我们的部队会朝东岸这边去进行输舶类，或者是这一个飞机飞过去，像加山基地类似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规划。那如果今天解放军的基建都已经在我们的东部外海这个地方有进行一些集结的话，那未来我们的战略是不是要去做一些调整？为中国八月份在台湾四口围军演，但都飞弹落入去台湾东部外海，中国的威胁不但是针对台海，也包括东部海域。林英又指出，中国在东部外海做战场经营，除了包围台湾的四口雷啊，也阻碍美军支援。也拿国军强化防空作战能力，空军防空飞弹指挥部发布编组50周年纪念的影片，公开甲来台湾的美军进行技术交流的影像。空军证实是驻台爱国者飞弹技术人员。我们主要任务是执行防空作战，肩负空防安全的第一线重责大任。24小时，全天候都看得到我们的身影。中国持续在南海扩大，也关区域冲突的危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当日访问菲律宾的巴拉望岛，是上届我近南海南沙群岛的菲律宾领土。贺锦丽是美国历来访问这个岛屿上届关卡的官员。美国用实际行动替菲律宾对抗中国。We will continue to rally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gainst unlawful and irresponsible behavior.When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 is threatened somewhere, it is threatened everywhere. 针对中国讲因有南海主权，一直扩建港口甲机场的跑道，何锦丽表示尊重上诉仲裁法院驳回中国对南海主张的裁决。马大约菲律宾若伫南海受到攻击，美国卖出手捍卫。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看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之前表示讲，台积电的3纳米的制程有可能会去美国设厂，各界是拢真关心讲台积电上先进的制程甲技术，敢有法度留伫台湾。今日部长王美花是强调讲，中央一定会想办法，甲台积电上新的技术，佮有上重要的生产基地留伫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二三出席台湾精品奖颁奖典礼，颁奖予国内企业。讲到台湾长期咧主通信产业的好成绩，也应用伫侪侪领域，拢有真好的发展。表示政府会继续帮助企业走向国际。明年度全世界的景气上相当的紧张吼，那因为这个整个国际局势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所以在上半年还是紧张。那在这个期间之内。就是我们深蹲发展国际贸易的同时，也关心台湾上新的技术敢有法度留伫台湾。之前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参加 APEC 会议，等来台湾开记者会时，也证实台积电的3纳米制程有可能去美国设厂。3纳米是不是也可能到美国去？对对对，之后是5纳米之后。现在美国去设厂的是要5纳米。那5纳米的部分是到2024量产，但是台积电的3纳米现在就已经在台湾台南市量产，那另外呢2纳米的部分，新竹也在整地了，龙潭的这个科学园区的3期，让未来的1纳米可以来进驻。王美花强调，台湾有完整的供应链加人才资源，台积电上新的技术、上主要的生产基地一定会留在台湾。中央也会提出修法，确保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地位。记者郭文亮随台北报道。来看台中的警方在台中市和平区查到有区民代表的候选人，请人去拍蜡，搁是抓保育类的山羊啊！伊把这的山羊啊肉当作是礼物送给选民，计将受九个人接受调查哦。这候选人马宏伊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搁选罢法抓起来，最后是以10万元交保。两个查甫人探半暝啊，偷偷行过巷仔底，两个人还搁跟一只真大只野生动物。详细一个看，是一只长长山羊，那去有拉人台，还阁假做即个大选贿选的证物。将该险及其他协助行贿和受贿等共9人查缉到案，共查扣手机4只，
及部分商场。李双基越来越话，台中监警接到检举，台中市和平区一个区民代表的候选人，为今年九月底开始，就委托他人掠当张山羊，结果以部落分享为名义。台后了后，分予迄个所在选民，因为已经有对价关系，唔那涉嫌违反选罢法。因为当张山羊被农委会公告是珍贵稀有的保育类动物，嘛予伊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上班。猎捕保育类长鬃山羊，将其宰杀后分赠给该区选民，以此为对价契约贿选买票。警方除了通贩狗的人。嘛，伫候选人因徛家，查到礼盒甲现金等等个证物。不过山羊个肉大部分拢已经互食了了啊。检方侦讯了后，认定犯罪嫌疑重大，当庭逮捕了后，以10万元交保候团。因若敢是还佫有其他个选民涉案，警方还佫伫个追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阳明山个私立文化大学，长期拢有宿舍无够个问题哦。学校最近甲附近个温泉分店合作，要试办学生宿舍个计划。两个人一间的套房，包括水电，一学期大约是20000元。有学生啊是认为讲，虽然设备较旧了，也唔过介绍阁算正俗，附近嘛是正闹热。中昼上课的休困时间，文化大学三年级四年级的同学甲几个同学全程落山，到新北投一温泉附近的温泉饭店参观。伊拢申请第二学期校甲饭店合作的住宿计划。7.5平的双人房，有眠床、冰箱、电视、桌椅啊、三橱独立的浴巾，包含水电费，一学期一人19800。厕所的部分跟我想象中有点落差，就是我觉得就是排水孔一般有点偏旧。双人套房其实蛮大的。问题学校宿舍以6人房，一学期10700元算正常，暗个无够大，有人无想要住宿舍。即马合作的饭店5平的双人房，一学期1人17000元，各包水电，换算一工100多元的租金。尊讲部分设施较旧，嘛是有学生囡仔愿意来住。我房租都是自己付，就自己打工。对，所以我可能会牺牲一点生活品质。问题是讲会比较即马的宿舍管理，查甫分站分区管理。有宿舍的管理人员，学生囡仔袂使伫房间内开舞会、饮酒，袂使使用超高压电器。是会单独的开辟一间房间，就是给宿管，不是在管学生呐、啊，而是说希望能够提供学生及时的服务。那有温泉学生宿舍，在这个初一开始，学校爱国特工加开北斗线通勤专车，至少60班。小组怀强调，问题优先解决住宿加交通的问题，想要让这个老私立学校更加多人爱来读。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咱母的产季有淡薄提前哦，最近就开始大出了。高雄农改场第三冬前有改良推出一个新的品种，或者水蜜桃莲雾，甜度是有11度，嘛是目前上大粒的品种哦。大概伫农历过年之前会收成，咱做伙来看卖。高雄屏东沿海地区因为土肉盐分重，种出来莲雾特别好食。即卖也拄好是莲雾的产季，即几年来新改良的水蜜桃莲雾也真受欢迎。唔闹粉红粉红的外表，食起来皮薄肉又是目前上大粒的品种。今年度来说，整个气候的风调雨顺，所以整个莲雾它生产的季节等于说有提早了，大概在11月底、12月初就会有莲雾可以吃。水蜜桃莲雾这种新品种是3年前由高雄农改场所发表的，屏东县南州农会就和农场配合量产成功，即马正做咧合市场中正受欢迎的水果。那产期调节下的产量不少，而且价钱也不少，口感也不错，而且那个水蜜桃莲雾大概在过年期间，应该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跟我们预购预定了。一粒莲雾得5公斤重，这个新品种唔但好食，大粒黏黏。新品种的水蜜桃莲雾对虫害较无遐敏感，估计会当减省30%的农药成本，对农民来讲会使讲是一箭之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婚龄65岁以上的人口是占全县将近20%，嘛是全国岁数第二高的县市。人口老化的问题，嘛造成农业欠耕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哦。有真侪农民80多岁啊，搁伫田里来做事，因是希望少年人当返乡来做事，嘛好有讲，政府得爱重视农民的退休的保障。无你做事做偌久哈、啊？哦，做足久的咯，从小就做，一直做，一直做。就算外口风真大，天气湿个冷，
农民有缘的田里无引进蒜头，详细甲看，咧做事的拢是老大人。富林是农业的主要管区，不过65岁以上的人口煞占全县的19.9%，是台湾高龄管区排名第二名。因为欠少年人做事，农业劳动力老化的问题是搁较吃力。拢老啊，无法力啊。啊，有的食到解毒啊，伊讲伊含一旁无法力啊。想讲我嘛唔知道，我都搁做10年了，无，因为我像阮拢即马药局部，阮拢大家拢下药大呢，阮这大家拢下药大。你请无讲的时候，我捌家己很，俺点点想讲，做事敢那很，足无路用的，比食头路人较我无路用。伫土库种蒜头几若十年的农民王立勤表示。即马有咧做事的，差不多拢70-80岁之闲。虽然家己毛惊急，不过因拢无拍算要做田，所以若准需要人，就爱请伊工。啊，少年的，除非讲伫外口做了无啥好的，伊会倒来试做事啦。啊，若有赚着钱，伊着搁做；啊，若无赚着钱，伊着嘛是下下卡卡，搁落跑啊啦。有诶，农民做到80-80岁，身体袂堪治，才退休。不过退休了后，煞无法度负担经济压力。王立勤希望会当有更较侪少年人愿意回乡种田，嘛呼吁政府着爱注重老农民的福利甲保障。对我诶，工人为因说30-40岁，对我即马对啊有后80-80岁退休诶，后70-80岁，脚骨无法度啊，开刀啊，年老以后因即马拢无法度创啥物啊，有时要工伸手嘛无呢，所以我觉得说真的要。都照顾老了。农业是台湾产业结构当中真重要的一部分，不过因为人口老化，欠工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劳动力短暂。现此时，子孙少的状况嘛真要改善。人口的问题，恐怕是各界拢真要紧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的社会局推出一款老人文控车，车顶是有真侪娱乐设施哦，会当塞到砖头内底，提供社区的时段娱乐，嘛都安排一挂真新鲜课程哦。虽然拄到疫情，也毋过即将有10台的老人文控车，嘛是个继续拍拍照，阁真受到欢迎。一条爱情的车车，和时段拢对得摇摆。这不是卡拉 OK， 是台中市社会局推出的文控车，要提供老人娱乐，拄到疫情有关服务，就是希望让时代做几年出门来活动。疫情唔敢出咧，哦，啊，了后来才大家聚会，老厝边啦，才找到啦，帮助在大家吼。有诶，新家能够行出来，甲大家做伙。我们也期待长辈能够走出家门，然后跟其他的一些据点伙伴跟长辈有一个良好的互动。那一方面也是降低孤寂感，然后也可以降低长辈独自在家的一个情况。在这一代下文控车辅导团队的协助之下，这只老人文控车佫变作防疫的宣导车，放卫生教育影片给时代看，而且佫安排趣味的手工课。何时代卖无聊，阁会使学新的物件，互因活动脑筋，则袂失智。回想到咱以前做囡仔时代，迄种个趣味的情景阁出来安尼啦。是依照老人的需求去做进行安排，那也针对不同的社区给不同形态的课程。那所做的课程其实可以带提升他们的手眼协调能力，也可以再提升他们的专注力，其实就是延缓失能。目前台中有10只老人文控车，继续伫咧市内600多个社区提供关怀服务，希望时代伫疫情期间，赶快保持身体健康、心情快乐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澳洲企业的性别平等的运动，最近有真大的进步。澳洲议会昨签署女性企业董事比例的法案，要求伫2026年6月之前哦，澳洲企业的董事会要有至少40%的女性。澳洲议会议员第二日共同签署女性企业董事比例法案。第二日，2026年6月30日，澳门大型企业董事会非执行董事成员必须包含40%以上的女性，董事会全体成员的女性占比也必须达到33%。今年一月新上任的澳洲议会议长梅索拉对签署结果真欢喜。It is an important one and a potential trailblazer, and I hope that with this one we have managed.To at least put a proper crack in the glass ceiling, as I see this as the beginning, as the European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gender inequality.
后面这位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等待十年总算性别平权有新的里程。澳洲议会议长在2012年都提出这项法案，虽然过当年议会表决通过同意立场，但过一直无法度跟后面部分理事会达成共识。在冯德莱恩的操纵协调下，2022年3月进入协商议程，6月化解争论，促成法案一旦正式通过。With this directive, we pave the way for fair and transparent hiring processes all over Europe and will give women the same chances of being recruited for the top jobs. 目前澳洲企业董事会女性成员平均占30%，由女性担任大型企业董事长或是总裁比例较无10%。这项法案会公布在澳门官方公布，20天后就正式有效。澳门新闻稿会有2年的时间进行立法程序。目前法案明定的企业规模无包括250人以下的公司，企业爱当年公开董事会成员名单，违法的企业会遭受处罚，公布公司的名。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温度上低，只有21度。气象局也针对基隆、新北市发布大雨特报。咱再回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高24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高25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高30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高27度。华东地区上低17度，上高2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者》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日同一时间，咱再会。